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今天台北股市涨24点，成交上的量缩800多亿。如果你每天看大盘指数，那做起来会很痛苦。你只要这么做就对了。怎么样做？来，你只要定高基，你只要来定高基就对了哈，就对。你有没有打？你有没有打？这字卡你看多久了？这个字卡你看多久了？今天涨24点，涨24点，你有赚到钱吗？我想你看节目时段，你赚得到钱。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老师，我看你这波拢会赚钱啦。”老师，我看你节目都会赚钱。老师，我看你节目买第一根的，第二天进去买都会赚钱。真的还假的？我讲多久了？我讲多久了？我讲多久了？有没有创新高？是昨天买的。这个位置，这什么位置？这个位置，这什么位置？这什么位置？降28%，什么位置？这个位置，这一天，我把指标移到这一天，这一天就是我在节目时段，我跟你讲我出掉大意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有没有跟你讲这边买，这一档赚的比较少，这一档赚20%？那有没有在上个礼拜一？上个礼拜一公开节目上跟你讲，我换到富宝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我有没有跟你讲不要省资讯费？你不要省资讯费，这个28%，这个28%，涨停板，这一段漂不漂亮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看节目去买，第二天有没有赚钱？第三天买有没有赚钱？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你不要跟我讲你买今天的涨停板哦！你买今天涨停板，我真的要踹你的屁股哦！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意，大意，如果你第一天来不及参与，你可不可以买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、第七天、第八天，你都可以买啊！但是我已经跟你讲，我出了，我出掉了，我出掉了，你还要买，那我没有办法哦。那这六天。这六天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做这一档股票。今天，攻、沉、升、退。先给你看字卡，于老师的东西都是有字卡、有凭有据的。我当时在讲大义经贸，我买在突破起涨点，卖的时候我也跟你讲了。后来我买这档股票，7月13号初。出这一档叫大义经贸，出掉的钱转到富宝，这是当时给各位看的扣讯。当时富宝也跟你讲过，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第二季的季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。我买在突破起涨点，现买现赚。扣讯在这边，再三的强调，扣讯不代表操作的绩效，主管机关都有要求。过去之绩效不代表未来之绩效，但是我秀扣讯，我秀扣讯代表100%实际操作。你看他台，没有人敢写这几个字叫100%实际操作。你看他台，你看别人的节目，没有人敢跟你写100%实际操作。4天、6天、16块、28%。100%实际操作，是不是看节目都赚钱啊？是不是看节目都赚钱啊？那今天涨停板你要追吗？你要追吗？你要追吗？还是先获利出再转新股票？不要省资讯费，因为你省资讯费，你就会落差我一天两天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跟我做啊！我每一档股票。
你看我的节目去买，而且我都会在相对刚刚才发动的位置跟各位做分享。近期的操作非常的特别，节目上是不能讲什么赚不赚钱。那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，你光这两个礼拜你看我节目买哪一档股票你有赔到钱？我讲大益你有赔钱吗？我讲富宝你有赔钱吗？那这一档叫大量，有没有预告？有，7月13号送你。那你也知道7月14号再送你，那这个都会背的吧？万续这都赚钱哦。连续送你两天，有预告。我说过我家的东西一定有字卡，别人家东西没有字卡，我家东西有字卡。当时候股价三字头，我也跟你讲过了，营收从4亿、5亿、6亿跳到8亿。我也告诉你，它是一档6月营收创5年多来的新高，创61个月新高。第二季的季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。起账的前一天，会员朋友全部买进，隔天涨停，不是慢慢涨，是跳空涨停，涨停板。买在起涨的位置，而且我是哪边送你？我是这边送你的，我送你两天，7月13、7月14，你可以买，你都可以买，你有买，这个就是你的，你有买进，这两天你都来得及参与，这也是你的，这绝对是你的，100%是你的，叫100%实际操作。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大量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大量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有吧，有创新高吧。所以跟台北股市没有太大的影响啊。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48.05创新高，48.05创新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从我刚刚讲的富宝到大量，一样的模式，一样的选股的技巧，都是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而且今年第二季的季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。再来看第三档股票，你不得不佩服我的霸气啦。我们今天要带会员朋友们赚钱，我都用固定的方式啊，我没有用其他很奇奇怪怪、怪异乱神。我说过了嘛，我不会因为今天生技股很强，我就带你去买生技；被动元件很强，我就带你去买被动元件。然后哪一天面板转强，哪一天什么又转强，我都在买最强的，那赚不到钱的，同学，赚不到钱的，我不会骗你。定高基不是每天在定不一样的股票，那我们跟你讲，这个股票是近期中国大陆最强的股票，中国大陆最强势的天齐，你一定没听过。天齐锂业涨77%，赣锋锂业76%。我说这两家公司你不懂没关系，因为我懂就够了。他们的供应链我也给你放大给你看，营收从4亿、5亿、3亿、4亿、5亿跳到6.8亿，营收是创历史新高。第二季的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，有赢不？有没有爱拼才会赢？有赢不？我只问今天有没有赢，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这上礼拜，上礼拜的字卡有没有创新高？你猜得到吧？这猜不到我没办法了。第一个字都送给你了，两个数字也送给你了。如果你长期在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这样猜不到吗？这样猜不到吗？不用放大，不用放大。你长期在收看我的节目，你看你这样看不出什么东西吗？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是不是已经连续三档了？从我刚刚讲的富宝，我刚刚讲的大量，到这一档股票加什么什么的，都是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第二季的季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。所以我家的股票今天不是涨停板就是创新高，你不得不佩服我的霸气。你看他台老师节目有人跟你讲这些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看到都是
什么墙，它就有那一档。有字卡吗？没有字卡。有预告吗？没有预告，哪来的字卡？我们家的东西有预告，有字卡，还有一项叫有扣讯。我家的东西有扣讯。我说过，你来市场是来玩大的。什么叫玩大的？你来不是来，你来不是来订购机，要不你来送哪？你来市场干嘛？你来市场不是来订购机的吗？那我们跟你讲过，我们家的订购机，阮家订购机是安尼哦，阮家是安尼哦，赢啊赢，赢30%甲80%，啊输袂上输伤济，输5%甲10%。哦啊，如果你认为于老师是超人，每一档档档都大赚，不可能赔的。你认为我不可能赔的，那请你转台。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赔钱。目前为止，你看到了侧标，我侧标只要是写假的、写爽的，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个客户、每一个会员朋友们，我只要上面写的错，这个坐标哦，这个侧标没有实际带你们操作，我那边讲爽的，通通都可以来找我。要解盘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盘啊，我真的没有像齐老师那么会解盘，我不会骗你，我没那么厉害，我不会去拿做多老师，当然就拿最有利的东西拿出来讲嘛。那放空老师很简单啊，就鸡蛋挑骨头啊，反正就拿那个最差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中那一两项来吓各位。你讲那么多干嘛？你讲那么多，你就讲说你要让什么？你要让你的客户，你有没有本事让你的客户赚钱？你有没有本事让你的客户赚钱？让你的观众朋友哦，就算观众朋友不是你的客户，还是可以赚钱。有没有创新高？今天有没创新高？29.9有没有创新高？有吧？那你看我节目去买，有没有赚钱？有啊，有啊，大量哎，有落亏不？7月13、7月14、7月13、7月14、7月13、7月14，这两天送给你的，这样有没有赚钱？我讲这些就够了啊。我讲这些就够了啊！我要去交代，今天涨24点，今天成交800多亿啊，量又不足，然后随时啊，这10000多好点，随时会有什么什么会有变化？废话，这讲的不是废话吗？你到什么位置，当然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啊，可能要怎么样？你讲那么多，你只要告诉观众朋友，你只要告诉你的会员朋友，你只要告诉你坐在你电视机每一个客户、每一个会员朋友。通通赚钱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其他的不用讲，真的啊。你看看看我，看我的精神，看看我这样讲啊。我们会员朋友如果没赚钱，我是在话送的哦。啊，你又说我讲话很怂，啊，你们都要找那种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赚钱吗？没赚钱我也没办法，但是你可以来。你可以来买新的哦，全新的。那这档股票是新的啦，你再看一次，这我说过啦，这上礼拜请你来，爱表酱牙。这档我们目前通通赚钱，是上礼拜哦，上礼拜请你来，我已经说过它的营收3、4、5跳到6亿，将近7亿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印象，股票为什么会涨？股票为什么会涨？我举一档股票，我在四月份推荐给各位，当时这一档股票，拿证据哦，我的东西都有证据，我不是用嘴巴讲的证据哦，我跟你讲，有证据都一定是有图有真相。我四月份有没有给你修纠？四月份跟你讲说你来找我，因为我希望你来找我是当时我能够帮你挑到我知道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你不知道。四月份。当时才10块多钱，这档股票你应该知道，叫印泰。好，看一下营收，那您就懂了。一档股票可以从10块钱涨到18、9块。你以为没有营收的股票，没有营收的股票，那你回答我，没有营收的股票，你可以回答我，同学，为什么可以从10块钱涨到19块？看营收，安尼你就懂了。你有没有懂啊？两亿跳到3亿，3亿跳到4.5亿，当营收出来，股价会不会创新高？一定要创新高。所以我家的东西都是讲营收啊。我有没有带你去买那个营收很奇怪，或者是营收
我教各位看一档股票好不好？不太想讲，可是有时候怕讲出来又得罪别人。有一些营收，注意哦，营收是成长的，营收是成长的，但是 EPS 出来是负的，你不要碰这种股票，打死我都不会碰这种股票。你自己看，跌停跌停跌停，为什么会这样跌停？你看你就懂了，你看这营收都是成长的，这叫假象。为什么营收都成长啊？怎么亏钱亏钱亏钱？我再讲一次，营收通通成长，你看到营收叫通通成长，可是亏钱亏钱亏钱，跌停跌停跌停。港股的常爱家，而且它的营收是跳跃式的。我们买股票是要买营收叫持续成长的。如果一家公司它的营收，我举个例子哈，它的营收可能从1000万，然后跳到5000万，那5000万又跳到是剩2000万，2000万又跳到8000万，那8000万又跳到2500万，这个营收我不能讲是假的，但是我只能讲有问题的公司。你一家正常的公司的营收有可能这样跳来跳去的吗？有可能吗？正常的公司的营收，单月的营收，它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。所以我买的股票，我刚给你看到的富宝，我让你看到的大量，加什么股票你应该知道吧？加三个字啊，你猜得到啊？来买新的好不好？买新的，哎，这股票爆发性，我看了会想，真的会想强迫你来呢，真的，新的，新的，这样股票我真的很希望强迫你来，因为这只股票是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很有爆发性的股票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来，这刚刚开始，都是刚刚突破，让你看一下好了，它的营收，它的营收，营收，营收，从1亿多，1亿多，已经开始创历史新高，第二季，第二季，第二季的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他已经转型，他之前是做那个煤炭级的 DVD， 煤炭级的 DVD 转到做隐形眼镜，这一家公司他会不得了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让你看看他们家的产品，这他们家的产品，不用放大，这他们家的产品，这他们家的东西，我先让你看看，你大概知道这几个字就，哎，不要放大，不要不用放大哈，我们都不用放大，爱能仕。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哦，而且它切入的东西除了隐形眼镜之外还有机器人手臂，低价股每个人都可以重压。你真的要改变的，你真的要今年，我说过下半年还很长，下半年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，你绝对来得及，你绝对来得及翻身翻倍。如果你还在用你过去的方式操作，你不要说翻身翻倍，你永远翻不了身。不要说我讲话很难听，我讲的都是事实。那我希望你来，我说过你在看郑钧的节目，你每天在收看郑钧的节目，那你就选择我，你就相信我，因为我绝对可以帮你改变你的生活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打电话，你电话要拨，你电话拨通，把这个股票带回去。我讲过，问到的股票拢拿用我自卡，而且我是用固定的方式，而且我跟各位强调，八月中公告他所有的财报。节目上不能讲保证，因为这主管机关都有规定，但是我可以跟你确定，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就这么简单。电话拨通，把它带回去。电话拨通，把它带回去。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但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来，不要想太多。中间为什么断掉？因为最后一天，来，最后一天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定金，定金这负担得起啊，最低的门槛，最低的成本，只需要定金。而且我们是专人的，我们是专人的定高低。你只要重压一档股票，你只要全心全意去重压一档股票，定高低，最后一天只要定金价，请你来电。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。 鹅牌气密窗。受台风影响，各地天气不稳，提醒民众请勿。台风天就是要冲浪啊！台风天还是待在家最好。好，我要出发了。台风天待在家比较安全。台风天待在家才能美美的。有民众受困在湍急的河水。台风天提早做好准备，安全在家最重要。台风天在家最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张字卡，你想不想这种感觉？你是希望有这种感觉，还是有这种感觉？你老师有没有帮你设停损？我一定帮你设停损，在我这边操作，最多就是输10%，最多就是输10%，但是赢我一定要赢大的，玩大的。你一定要来，你一定要来参与，你要来试试看，你不要再当散户了，拜托。不停损，你一直当散户，你不觉得累吗？你为什么不来做做看这种感觉？你有做过6天16块28%的吗？我们今天有出哦，我今天有出哦，我今天有出哦，我都有扣讯哦，我都有扣讯哦。你不要省资讯费哦，你不要每次都要想省资讯费。我跟你讲，你也不敢买，我送你2天，送你2天，你还可以买2天。你真的敢买，这就是你的。你说，我都是不是做营收的股票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我是不是都买营收的？我都还有字卡。这是全新锁定的标的，营收从1亿多跳到3.6亿，营收创历史新高，第二季也是创历史新高。这档股票会非常可怕哦，这一档股票今年会非常可怕，因为它切入新的产业，因为它之前做 DVD 不会赚钱啊， DVD 的毛利太低的，那根本没有毛利，好不好？你一家公司真的要有爆发性，它一定要接到什么东西，叫什么新的产业、新的订单。那它的基本面，我明天会好好跟你分享。而且重点是，大家人人都买得起，20块可以重压吧？你20块你都不敢重压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我说过，我每一档股票，我每次找你来，我每次来请你什么来重压，我请你来重压。这是新的，而且我说我都是买营收成长性的，买爆发性强的，我都是挑营收好的股票。所以你来找余老师，你相信这个人，这个人叫郑军，你相信他，他可以改变你的生活，那你就要勇敢的拿起你的电话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不要想太多，中间为什么断掉？因为最后一天，来，最后一天，没了，定金这负担得起啊，最低的门槛，最低的成本，只需要定金，而且我们是专人的，我们是专人的定高金，你只要重压一档股票，你只要全心全意去重压一档股票，定高金，最后一天只要定金价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不要骗，你不要骗，其实爱在你的心中，别让它沉默。爱能承载多少感动，就能治多少痛。迷失途中，相信忧郁之后会找到自我。这个世界太可怕了，如果我放弃，邪恶就赢了。今晚上 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听到看到 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，上到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阿豪啊，晚上给小慧洗就好，来这边吃水果。妈，没关系，现在是性别平等的时代，夫妻都会一起分担家事啊。他在家也不配做家事哦。老伴，你看我们女婿多好。阿公快吃，喂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